盘点新生代奥特曼最惨烈的八次战败，你愿意帮助奥特曼复活吗？让我们一起点亮爱心，传递自己的光，复活喜欢的奥特曼吧。一，风马被怪兽打断一条腿。点亮爱心为风马加油。二，杰德被怪兽吃进肚子里。点亮爱心为杰德加油。三，欧布被怪兽刺穿身体。点亮爱心为欧布加油。赛罗被怪兽刺穿身体后消失了。点亮爱心为赛罗加油。家被怪兽电击，点亮爱心为泰迦加油。六，泽塔被怪兽打回人间体外，点亮爱心为泽塔加油。七，银河维克特利被怪兽变成石像。点亮爱心为银河维克特利加油。八，艾克斯被怪兽打成碎片消失。点亮爱心为艾克斯加油。也曾指尖探出山下，心之所动，写着